你好，你喜欢坐火车吗？空荡空荡空荡，火车。我最喜欢坐火车。我不喜欢坐车，我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坐船，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坐飞机，很累很累。可是我最喜欢坐火车。因为火车一般来说不会让我觉得晕。你知道如果你坐车你会很晕，可是坐火车不会让我觉得很晕。然后坐火车你可以看路上的风景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我最喜欢坐火车。如果你去中国旅游，你一定要试试中国的火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中国的火车。 OK， 那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三种最最常见的中国火车。好，那第一种就是火车，就是比较慢的比较便宜的火车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我们叫动车，动车。如果你看你的火车票，你可以看到一个 D， 动车。动车就是它的价格在中间，在中间，然后呢它的速度也是在中间，它不是很贵，它也不是最快最快的。我最喜欢动车，我觉得动车是最划算，动车的性价比最高最高，我最喜欢动车。那还有一种叫高铁，如果你看你的火车票，它写了 G， 那就是高铁。高铁是最贵最快的火车。所以呢，我要介绍这三种最常见的火车。那这三种火车我都坐过。以前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坐很慢很慢的火车，从福建到成都，很远很远很远，然后我坐火车去。那一次的火车我坐了41个小时，很远很远很远，很累很累。可是我很喜欢。好，那动车我也常常坐，如果我是去一个从一个大城市去附近的一个大城市，我常常坐动车。高铁我也常常坐，如果我从一个大城市到一个很远的大城市，那高铁可能是最快的。好，那现在我要给你看看我们怎么买火车票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站叫 C-Trip 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网站。那在这里你可以买火车票、飞机票，你可以订酒店。这个不是广告，没有给我钱，如果你们要给我钱也可以。 OK， 那在这个网站呢，你可以看到我写了我想从北京到上海。好，那你可以看我有很多很多的选择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第一个是，因为我说了，如果是 G 就是高铁，高铁最快最快的火车，那最快的火车是5个小时38分钟。5个小时38分钟。好，然后呢他说现在是553起，就是最最便宜的是553。OK， 然后你可以看火车票有很多种。你看这个是二等座，就是它是一个座位，对，它是一个座位啊，座位。好，其实如果你在中国，我觉得二等座就够了。然后它也有一等座，那一等座我觉得人更少，更舒服一点。好，然后它还有商务座，
商务座，商务座，我没有坐过，我不知道。OK， 好，然后你看，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高铁，高铁，高铁，然后高铁，你看有很多很多高铁，所以从北京到上海大部分都是高铁。我看看有没有别的。没有别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从我的家，从福州到成都吧。好，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福州到成都的火车票。OK， 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了，现在很多火车票都是 G， 都是高铁。但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很有意思。哎，现在没有慢的火车吗？你看，所有的火车都是13个小时、12个小时、12个小时，这个很快啊！我以前是41个小时，OK， 好，我再看一下。从我的家三明到北京，三明是一个小城市，北京是一个大城市。我看一下有什么选择。OK， 你可以看从三明，从我的家到北京，这个很远很远，所以呢有高铁，高铁，然后这个高铁是9个小时。9个小时7分钟，然后高铁，这个也是高铁，然后这个是动车，动车，动车。 OK， 好。哎，怎么没有慢的火车？我再看看啊，从三明到成都，我看一下。现在是从三明，从我的家到四川成都。 OK， 我们可以看到有动车，动车，然后要13个小时，然后呢有高铁11个小时。哇，现在去中国很多地方都有高铁。OK， 然后呢还有我看看啊，还有这个火车，这个是比较慢的，这个 Z意思是直达，就是它停的地方不太多，它也是火车，也是比较慢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最慢最慢的24个小时的火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多少钱，240起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高铁，高铁，你看高铁是800多，然后动车是600多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别，所以我觉得动车看起来是最划算的，性价比是最高的。这个如果你们坐24个小时，你们会很累很累。好，那这种火车呢，一般来说有很多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硬座，硬座就是它是一个座位，这个座位一般般，不是很舒服。硬座，硬座是最便宜最便宜的。好，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硬卧，硬卧就是有很多很多床，然后这个床不太舒服，因为有很多床你是不可以坐着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所以硬卧也会便宜一点点。那最贵最贵的就是软卧，软卧就是很舒服的床。一般来说软卧是有一个房间，然后在一个房间里有4张床，对，所以软卧是最舒服的。
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你可以尝试一下硬卧，因为硬卧你可以躺着，如果你很累，然后呢，你还可以跟别人聊天。那硬坐真的就不太舒服。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叫无座，无座就是没有座位，你要站着。好，可能你们会觉得站20多个小时，这个不可能吧？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，有的时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要坐火车，可能他们要回家看爸爸妈妈，可能他们要回家过春节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在春节的时候坐中国的火车，你可以看到火车非常非常满，会有很多很多无座的人，没有座位的人。然后可能你们可以看到，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地上还有别的人。所以硬座真的是不舒服，非常非常挤，很多很多人。那我觉得硬卧就是性价比最高最划算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买过硬卧，所以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。硬卧不可能有很多人，因为它的床是多少就多少人，它不可能有多的人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看中国有很多很多种火车，现在没有非常非常慢的火车。对，我以前的火车从三明到成都是41个小时，现在最慢最慢的是22个小时。对，所以哇哦，24个小时最慢最慢的24个小时。OK， 那如果你去这个 ctrip.com， 你就可以买火车票。那买了火车票你要做什么呢？以前在中国买了火车票，你要去一个地方取票，你要去拿你的票。那这个也很麻烦，因为中国人太多了，所以你要排队取票，哦，很麻烦。现在在中国我们不需要取票，中国人可以用我们的 ID， 我们的身份证，那个东西叫身份证，身份证你可以直接刷卡，不是卡，是刷，刷身份证，坐火车，所以你不需要去取票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你需要你的护照，护照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外国人，你不可以直接刷，会有一个人看你的护照，然后说 OK， 你可以进去。对，那火车上有没有吃的东西呢？有，但是火车上吃的东西不好吃啊。如果你坐动车或者高铁，吃的东西还可以，但是很贵很贵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大部分的人，他们在坐火车以前，他们会买很多很多零食，很多很多吃的东西。那在火车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泡面。中国人觉得在火车上他们有热水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自己买泡面，然后用他们的热水泡面。在火车上这个东西吃起来是最幸福最幸福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你坐火车，你一定要买很多很多零食，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吃东西，然后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吃的东西，你看别人吃你会很难过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去中国旅游，你一定一定要试试中国的火车，因为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好玩，你可以跟很多人聊天。如果你还有别的问题，留言告诉我，也可以告诉我在你的国家你们有没有很多火车。你们的火车贵吗？方便吗？舒服吗？可不可以吃东西？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